国征途，世界球童。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三胖蛋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国际组第二阶段双败第一轮第一到第16场的比赛，让我们欢迎裁判员、运动员。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let's welcome referees and athletes.Table 1，一号台由来自英国的斯图尔特·宾汉姆对阵来自蒙古的阿耶如律特，裁判员宋明明。Table 2，二号台由来自菲律宾的伊格纳西奥对阵来自中国台北的李博宪，裁判员刘法恒。三号台由来自巴基斯坦的阿凡达德对阵来自越南的刘明福，裁判员张月秋。Table 4，四号台来自英国的马修塞尔特对阵来自中国台北的张荣林，裁判员李勇。Table 5，五号台由来自缅甸的杨少杰对阵来自蒙古的恩铁木真，裁判员张欣欣。And now is Table 6，六号台由来自英国的 Stephen Aries 对阵来自中国台北的刘正杰，裁判员佘振振。Table 7，由来自英国的 Kerry 费雪对阵同样来自英国的 Andrew Paget， 裁判员王琦。Table 8，八号台来自南非的杰森塞隆对阵弗拉基米尔马，裁判员叫齐伟。Table 9，九号台来自英国的克林特·艾安森对阵伊万·卡科夫斯基，裁判员龚一豪。Table 10，十号台来自马来西亚的莫景浩对阵来自韩国的朴永俊，裁判员徐小玉。Table 11，十一号台来自英国的格雷姆多特对阵米哈伊尔诺，裁判员马新宇。And now is Table 12，十二号台由来自英国的 Michael Hill 对阵来自美国的 Sina 瓦利萨德，裁判员魏宏哲。Table 13，十三号台来自英国的 Jim 惠兰对阵来自乌干达的凯撒昌迪加，裁判员陆月。
Top 40 14号台，来自伊朗的阿里波达尔对阵来自蒙古的达策仁巴图，裁判员袁逸群。15号台，将由来自蒙古的道达木丁贾木吉对阵来自菲律宾的马赛斯马潘迪，裁判员娄奇然。7号7位悄悄星野台，将由来自英国的 Gary Sports对阵来自菲律宾的 Dennis Ocro， 裁判员何秀红，助理裁判刘宇、耿思林。女士们、先生们，此刻精彩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准备好，一起期待精彩上演。And now the competition is not yet. Show yourself.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请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加里斯波茨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三胖蛋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是国际组的对阵，这场比赛是国际组的32进16双败淘汰的第一轮次，比赛限时150分钟，抢13局。画面左边来自于英国的加雷斯波茨，画面右边来自于菲律宾的丹尼斯·奥克洛。比赛开始，第一局加里斯波茨开球。好，先来看一下来自于英国的加里斯波茨。两中没有炸进，还要看看国线。上方两颗中带没有，第三颗。继续接打。好，左上方有红三，左边中带有六，下方还有个带口。那这盘单色的选球是好选的。那这个位置来看看啊，左上方有一颗七啊，这个球需要一些准度，而且有点够，有点身材球。
准进没问题，六号有角度啊，继续，中杆右边蹬下来，左边中袋打进来，看这个位置下方四还有，再来看角度啊，有一点点向上，可以继续中袋杆往上稍微蹬一点点，八号继续还是中袋，第一局丹尼斯奥克洛胜，比分1-0。Thank you。第二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白球，右上方被撞进袋里。先后自由，free ball behind the line。好，再来上方十，
来球。这个位置先来看看左边下方缝隙里的九。白球，看位置。过黄一下方十三还有的打，这个位置。中袋暂时的角度有点太大了，拿十三跟十四再调一杆。十四，直，可以考虑第一杆后面弹一库啊，然后十五再下来。这颗十五呢是支持你较直或者是一点点向下的。轻。那加上把再薄一杆，第二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1-1。第三局，加里斯波茨开球。这杆是比较大的力量开球啊。左边中袋一杆非常规的金袋，直接红三是没有的，溜过来接力进。选球。下方十二号，看角度，左边横向的可以带一下十三，也在看要接力啊。一推一勾。一推勾，现在这个位置十三接力还不太好打，要比较薄才可以。
看这个二。接近，啊，这个杆确实是不好打。十，继续向上。可以继续啊，稍稍带点中低杆。两中还有，上方有棵树。八号这边还要去看一下，也就是你如果留后面十四，就要到右边缝隙里边去挡八的左上，那么这个后面十四角度是关键的。前面上手的话，就把左边三颗打掉。九号是一十五，再来。好，看右中啊，前面提到过，叫到缝隙里打左上。第三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2-1，开球清台。Thank you。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第四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中袋左边九号扎进，选球十四，
下来 K 球，K 开下方十二号的右下角还有的打，左边可以继续绕两库叫十五，看看十五的右下，十五右下有留一点向上的角度，可以再把十跟黑八这个位置带开。下方再来顶到，顶到这个位置，上方需要先去打一杆啊，再过渡一杆，看想法。这里边打十的左上呢，用中低杆左边下来可以调十五的右下，但你上方还有一颗十三，所以一上一下这样交位就比较麻烦。看想法，打十中带这边呢，可以带一些右塞低杆，吃两库挑十三的左上，留向左下的角度，然后再用中低杆下来。还是先叫了一杆下方的十五，那么看右边啊，继续。这个位置呢，中高杆右边避开七号球。这样变成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十三向下交位，这里边能看到黑八是左下，右下方是被挡的。所以看右上，右上这个杆法别太低，太低的话下方容易叫的比较直啊，也就是重降的。来看看白球，好，推两库左下，第四局丹尼斯奥克洛胜，比分2-2，开球清台 ，Thank you。第五局，亚雷斯波茨开球。没有。
左上方。一打一勾，一打一勾之后呢，来看这杆啊，上手打四还是很难的，下方七有一杆薄球，那这个薄球的角度稍微有点大，是奔着下方的十五这个方向过来的，而自己的左边下方还有一颗红三，最好效果就是能够去吃库往上勾，把十二号勾走，还要避开下方球，对，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再来，红三呢？目前角度有点大，啊，白球是不好停的，可以考虑用黄一低杆，这边再调一杆，而且这时候要看黑八，啊，黑八现在左下方被十五挡，所以你用哪一颗球去下来调八号啊，还是很关键的。先提上来，六，一点点向右的角度，这杆球要看想法。这个方向你用低杆下来呢，可以从右边过来这个四号啊，也可以杆法再低点打后点顶到四。好，让过，上方准度。剩下就是下方两边的二三，延时，左上，稍微带点低杆，啊，这杆要给点力量。好，边后弹起，三看不到，二号球横向推过来，这个位置呢，中杆，稍微给些力量，右向左。太厚了，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的话，上方中带有九。还是九，右中这位置稍微有点薄，还有点犹豫啊，这球可以打十四，中杆推弹起，叫十一的右中，然后再往下。
现在这颗临近的右中的这颗花色角度有些偏大，好，推过来看十一角度合适，直接奔着十号这边去调，把十打了。这个球是目前花色里边较位和进攻最难的一颗。Turn 6, 5, 4, 3。左边，再来。这个十号球是肯定要较近一点的，较出斜向的左向右的薄球的角度。看看前面的过渡。有点轻，这颗左边中袋不太好打。看翻中。翻进，那再来。中低杆这个左塞稍微强一点，轻搓啊，奔着右上方。看白球，再推。好，准一杆。第五局，加利斯波茨胜，1-3。Thank you。第六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两边中袋没有。
26。离杆尾下低杆啊，做一杆防守。九号，停在了中带的带口位置。这一盘花色还有一打。能看到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去调到下方的15跟10，然后再往上走。后面能看到这个八号球下方两边底带都是有的，而这里边比较难的就是现在画面右上方这颗半铁库的12号球。岩石，直接右上，没有打进。下方一打一 K， 两边底带都有，把二打了，留五向左上，六号右下角有，拿五带一杆红三。打进没问题，再来。六号这个位置继续可以高杆从15左边之后上去。后面要看看八号球的交位啊，八号的右中是有的。岩石，这个位置的话要看看角度，对，要看七下来的角度。带下低杆，横到右上，直低杆直接下来，在八号右边走，八号可以调左边的中带。还在看这个角度，感觉不满意，还有可能是奔着黑八上方去顶的。
左边的位置，右中没问题。第六局，加雷斯波斯胜一分，4-2。Thank you。第七局，加雷斯波茨开球。还是比较大力的炸球啊，但是没有球进。看左下，左下那个位置非常好选的。下方单色七，哎，再看这位置啊，这个位置的右中是没问题的，上方还有一颗四，得看看想法，把四打进了，把六打进了，左边三向上挑一个。黄衣左边向上可以 K 球的角度，啊，现在这个位置六是没问题的，但四比较直，好控球。然后黄衣呢，就是留一个向上呢，去带开上方的十二跟二号球的这个点位，刚好呢左上跟右边中带的五可以做一个过渡。上方打进，打进之后呢，现在这个白球位置打右中就有点不合适了啊，角度有点大，大家看看想法，打三那就可以继续的调一向上 K 十二，然后上方两颗下来调六，稍微顶一下，打中带高杆向上，看看 K 球的效果。26
five, four, three.上方传完之后呢，这个位置好再过渡。来看六的这个点位，右上有花色，所以用杆法传要稍稍的小心一些，绕过来，绕过来，上方黄一角度会有点大。这个位置呢，想要打左上去叫五右中的话，需要轻打。再推，避开十，直接叫左下就行了。你再看这个白球位置，岩石放在哪里啊？让你这个下方的球不好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号，横向的右边可以向左下解。现在这个花色位置是非常不错的。没有解禁，没有解禁的话，这个位置右边十一漏机会了。再来，十五，稍轻，这九没叫到，还要再调。再来，现在的这个中袋石角度也是不合适的，
还要尽量调成向左边下方可以去叫的。拿十四再调一杆。再看角度，好，这个位置啊，中杆推左塞，下方十三留一点点向左下的角度，中低杆左边下来较九，右下角。稍低一些啊，这杆法，轻打。第七局，加里斯波斯胜，比分5-2。Thank you。第八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左中，十号扎进，左上方有一颗花色，右中有一颗黄衣。下面能看到红三左下方是被九挡的啊，所以这里边看看选颜色，花色的话会更好一些，尤其是下方还有一颗十二号，这十二号呢两边底下都有，你打右下的同时呢，这个白球可以找机会吃库一勾，把红三勾走，解决这个九号的问题。有效果，先蹭了一点点下方十二号的左边包边，然后顺势由右塞往上把红三勾走，那这样的话把难题解开了，下方两边底再打，然后再往上走，再往上走的话看看白球不好叫十五，这边可以叫十一，低杆往右边一缩叫中带啊，然后下方十五。
先放九再来，再推，中袋没问题。第八局，丹尼斯奥克洛胜，比分3-5，开球清台。Thank you。第九局，加雷斯波茨开球。继续的大力炸球，没有。中袋这边啊，看看缺哪颗啊，两颗都有。打六就是往下顶一顶这个花色，然后下方找机会用二去调一下这个五，尤其是可以留个角度向上的把这个十五给带走，还再去量这个位置啊，五号右下角怎么样？26。担心延时。好，先打进，打进之后呢，上方两底没问题啊，七一，然后再看下来，中间还有颗六，这个六的位置下方其实不太好啊，有一颗十二号，它影响到了你很大一片出来白球向下的角度。七打进，看白球，对，打六上去拿一下来，拿一下来，前面聊到过这个问题啊，解决五用二号球这边，而且奥克洛也有看这个五的右下，在八号跟十一之间右下，有打的话后面用这个二号合适的角度杆法可以往左上去叫。好来，黄一，哎，量了一个斜向的角度啊，
又量了一个横向的角度，一颗是让过黑八，一颗是让过十一，都要去避开一些障碍球。好，看这个点，这个点而且支持你吃库向上去顶一下十五，它是一个自然的用高杆啊，吃库你可以挂一点点右塞就可以顶到十五号。没顶到，这个位置打不到就要看解球了。要跳一杆，那这个位置来看看花色，下方十一，现在呢有点点后斯诺，再来看左边的中带，我们下方九号追杆，点进，再来把十五右下角推下，再看左边中带的角度，白球有点轻，那么十四看看要打吗？这位置呢也可以考虑稍稍带一点点右塞低杆减速，轻轻推下，留稍微大一点角度左中。再看白球，继续中带，第九局加利斯波茨胜，比分6-3，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局 ，time out 10 minutes， note 了一下。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找球技。夺荣耀，用天耀球杆化一切为可能。穿越了，可有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此杆甚好。哎呀，苍天化戟，掌玉在手，好球就有。果然是好根儿，能打好球啊。超级蓝钻皮头职业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冰塑胶边具有国内胶边很难做到的特点，冰塑胶边的硬度达到了45度，使反射角高度接近入射角，冰塑整条胶边误差小于20丝，因而各部位酷性一致。欢迎各品牌厂家使用冰塑胶边来提升排球桌的专业性能。好胶边冰塑造，好胶边冰塑造。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你就是你，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
再看右边的中带，好，这位置交到了红三。这个位置是有的 K 的，稍微带点高杆，左边打起，左边可以 K。好 ，K 到，溜再来。角度，中带叫到，啊，先看这个位置，你叫到八号跟十五缝隙之间的左向右下打，还不太安全，缝隙比较小，也在看黄衣的左下角，要打后点直接低杆过来。也在看这个缝隙之间，这个位置从上往下打斜向右下角呢，是比较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这最起码它有的薄虽然角度稍微大一点。26，延时。还是低过来，那么左下方白球不算好，这位置有点贴库，贴库就只能尽量的往前推。同时要看看角度，向上的，向上就有可能会 K 到左边的球，来看看这杆，对，顶到，顶到直接右中是没有的，右上直接薄。双落，白球跟黑八都掉带了，送给对方一分。
第十一局加雷斯波茨开球。还是没有，依旧是没有炸进啊。波茨今天上来这个开球进球率是非常低的。那再来看一下丹尼斯奥克洛，下方一颗红三，左边中带花色，选球还是没问题的。五的右中也有，单色啊，上来之后呢，可以把一打了。嗯，这个位置直接就是拿三要 K 七了，那左侧可以稍微强点儿。K 到七 ，K 到七之后呢，再来看左边横向六没法打，那就 K 出来这颗，直接左上。右上再来，够直就低杆啊，直接奔着边框缝隙这边去叫都可以。好，过来一兜，嗯，钻缝隙出来没碰到，没碰到的话，上方两个现在不好打，看看六这边，再调一杆。准一杆，选一颗啊，打二叫一就是左中。继续再来黄一，下方底带再来。第十一局，丹尼斯奥克洛胜，比分4-7。
第十二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这一杆左边中袋有球炸进，一颗花色。上方白球两边都有的打，左边十一，右边六。选球还是好选的。这个位置左下方有一颗比较直的四号球，26，再看这个中间的五，5，4，好，打击下来三号球，是不是比较直？比较直。后面可以去用七大球再调一个，在缝隙之间去打这个七。延时，你看要选择红三。黄一，然后缝隙之间看七，好，打七上去啊，先叫四，然后中带的二号球下来，看角度，还有些像画面左边，有点薄，看看白球啊，左塞第一杆减速，左两库，对，再叫左下，第十二局丹尼斯·奥克洛胜，比分5-7，开球听台 Thank you。
13局加里斯波茨开球。依旧是大力炸，依旧是左侧的位置。那么再看丹尼斯奥克洛的选球，右中右下右上岩石，打进，再来。下方二号，好，推起来，推起来之后来看看右边有黄衣，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小，不过能再往上走一些啊，用右边的黄衣打完之后往下来，用红三往左上方 K 六。然后右边呢，下方还有七。翻一杆，翻进没问题，红三打了不需要留，而且上方还有一颗五号，这个位置有点麻烦。角度，中带七向上，白球中带再薄一杆啊，
保亭上方需要去绕三库过来。走的有点过，那么来看右上、这个位置还离得有点近，出杆小心不要连击。没有打进，十打进上方九 K 了一杆，左上可以把这颗上方的边库球十三打了，继续中杆下来，然后两边中带跟右上两颗十四跟九都有。这盘里面主要看看最下方单独的十一啊，这个位置的一杆准度。好，再来轻推，再看反向右上十四打进之后，十五留角度下来，好，有角度啊，十五向下啊，这个看看白球位置，下方十一也要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还可以再来啊，两边中带都可以叫。三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8-5。Thank you。第十四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Illegal break。
上方过两颗，中带进一颗啊，过线不够。继续记得。选球，延时。先来看左边中带左下，好，这位来看看黄衣，打进，弹回来这个位置，中带单独打还是没有。四传二，再来。先看看右下这里，七呢，右下角这个袋口是没挡住的，但从进攻的角度上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的上方有一颗十一。下方底带没有打进，我们再来看啊，花色这个位置上手右边有一颗十三，往上走可以调十啊，十号也可以调左边的中带。并且现在这个位置的十左上都可以直接打。滑杆了，要不然不会差这么多啊。先借了一个杆，好，再推方看白球撞到十，
上方单侧还是没得打。再来，薄边，白球上来，看看位置怎么样。没有完全贴到上方的库边。那这个点位的话，首先是下方有颗十五的右下，左边中带下方有一颗十二号。中带没有包进，这个点位能看到红三的右下角。一打一顶，一打一顶之后呢，这个位置现在五七两边啊，可以正常交位。六，后面还要调右中，还有就是下方这个八号球。看看角度，争取先去叫这个六，好，点进缝隙之间六，推下之后看看四的角度，要从左边下来调八啊，刚好去打这个八的右下。看这杆啊，因为左边下方有一颗十，所以要避开这个十号球。白球可以，没有影响到出杆啊，一杆准度。第十四局，加雷斯波斯胜，比分9-5。Thank you。
第十五局，加雷斯波茨开球。继续的大力炸，这杆又中又上，有球进。由衷再来，角度下来，九向上有，稍稍有点大，这杆看看准度啊，带点低杆，不要往左边走太多啊，直接往上走。继续，这杆呢是一较十五左中，尽量较的稍微直一点，更好去较下方这颗花色。好看白球，还可以，减速低杆轻轻往前推一点点，然后低杆再上去，八号继续下方的底带。看角度，中低杆，这球杆法明显是有点高啊，这个白球离黑白有点近。下方打进，加雷斯波茨胜，比分10-5，开球轻开 ，Thank you。
第十六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Wait, go line, not next. 没有。Illegal break, next illegal break, you will lose one free. Wait.继续击打，看白球啊，右上方有一颗四，好，两颗下来，再看右边的中袋，六是没问题的。再来啊，左下方二号，看白球。下方的七三两边都有。后面看看黄一，黄一左中不好打，上方调一个类似现在这种角度叫进。下方还有，再推弹起过黑八。继续来看这杆啊，小低杆啊，轻搓弹起啊，继续左边下方底带啊，这个位置呢，来看准度，第十六局加里斯波茨胜，比分11-5。 Thank you。第十七局，加里斯波茨开球。
这杆还是没有。大力的炸球呢，在这种两颗中带有机会可以技术型开球进球的情况下，是不太容易去有可能炸进的。哎，大力量去炸球呢，就要去看一下运气，包括你的白球都是失控的。那么选球，上方九，左上七，花色还好一些。单侧这边的话，来看看啊，左上方有一个边库黄一，左边中带下方有一颗四，下方底带是被挡的，黑八左下也没有。这里小心伸向马脚。先推下，推下之后临近这颗啊十二号球，这个球走的稍微有点多，看能不能去推 K 一杆啊。下方十三这边没 K 到 ，K 到单色了，而且挤走了自己的十五，这个位置不好。好，十四，再来，要打十五，这杆看看啊，带一点右塞高杆。左边 K 球，单纯的打进，要翻吗？十三右中，选了十四，十一右中还有，推过来十号继续左中，还是要看十三的处理。那这球你留 K 球的话，就一定要看出来效果，这个 K 出来一定要可以打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不然你就直接还是去调这个十三翻右边的中带。比量了一个翻中的位置，好，翻一，右边的中带，翻后没有翻进，那右下方来看五，先低过来，低过来下方四，那么侧身继续的低杆往上走一点点，红三右中，防了一杆，
没有跳到，犯规。犯规这个位置来看看啊，最难就是左上的黄一了。犯规。摆进摆直可以推下，然后右边中带有七。去带了一杆。推下看白球，红三左下方是被挡的，看这杆啊，能不能拿六先调一杆，有角度低杆到左边，红三打右中，走过啊，走过这杆有点难了，上方还要再调。角度再来看角度啊，这位置一点点向下，可以尝试调一杆左边的中带。哟，这球还有点犹豫啊。延时。低下来，左中。打进，下方再来。第十二局。十八、十七局，加利斯波茨胜，比分12-5。Thank you。第十八局，丹尼斯·奥克洛开球。这杆换了啊，直接大力炸球。白球呢在上方稍微偏右一点的位置，中带有球进。再有一颗球呢过来挡了一下，14。好，下来打进左边。再看看右下，
白球，下方还有，延时，好，推下，有很强的一个左塞，那左边十一，低杆，红塞右边上去，十号留角度向右上用低杆再 K。下方再来，再推左边两库，右下角，第十八局丹尼斯奥克洛胜，比分6-12，开球清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到判负局 ，time out 2 minutes。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找球技。要用天药球杆化一切为可能。穿越了，可有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此杆甚好。哎呀，苍天化戟，长玉在手，好球就有。果然是好根儿，能打好球啊！超级蓝钻皮头职业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罂粟胶边具有国内胶边很难做到的特点，罂粟胶边的硬度达到了45度，使反射角高度接近入射角，罂粟整条胶边误差小于20丝，因而各部位酷性一致。欢迎各品牌厂家使用罂粟胶边来提升台球桌的专业性能。好胶边罂粟藻，好胶边罂粟藻。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
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加里斯波茨开球。14。小方来看11，打进，再把右边中袋的10继续打进，然后左上方呢用13调一杆。没有勾到15号，没有勾到15号，这杆就不好处理了。这杆明显低杆跟左菜都稍多了一些，延时。轻推放袋口，再等机会。我来看看单色，下方有一颗6。
立顶。好，这杆看想法，打二可以做一杆斯诺克，然后等对方解球出问题，再把左上的难点打掉。贴了一杆，看这杆解球。白球解到，双方还蹭了一下四号。现在这个位置单色还不太好打，可以再控制一杆，再防一杆。那放到这儿的话，看看十二号右上角要不要拼一杆啊？右上角下第一杆吃库，再往上走。右上角打进，那么再来来看左上。这个位置还不直啊，还是有概率会碰到下方的单色的。看想法，这里边比如带一个右塞高杆蹭一下四，上方两库，右边边库一库，对，下来又接到，看看中带这边怎么样。这个位置的话，八号现在画面的右上角啊，常规画面的右下角是有的打的。下方不好进。好，那这样恭喜来自英国的加莱斯波茨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菲律宾球员丹尼斯奥克勒需要去拜补突围。那下一场比赛在16点整开始，稍后见。